Hello，大乔，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一个很短的一个段子啊。那这个段子呢，是一位网友推荐给我的，他其实是想问我一下，这个音色是怎么调出来的？首先，音色上，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正常吉他发出来的声音啊，因为它太干净了，就是每一个音的音量都非常的平均，而且呢，手过弦的时候那种擦弦声一点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电脑做出来的声音，而不是用吉他真正去弹出来的声音。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什么高科技弄出这样的音色来呢？我觉得吧，至少是得一支 MIDI 吉他。但你看这个哥们弹的吉他。他就是把传统的吉他，那传统吉他其实也是可以转成 MIDI 信号的，但是得特殊的拾音器。但是那种转 MIDI 的拾音器，我觉得挺难用的，因为它的识别率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哪怕你擦弦时候的那个杂音，它也会误判成为某个音符，然后发出很不和谐的声音。所以，它那种这么干净的这个音色，我觉得传统吉他不太现实，所以除非这个作者他展示出了他所使用的这些设备，不然以我的理解和认知，我是真的搞不懂他这个音色用传统的吉他是怎么弹出来的。那么出于对这个作者的好奇呢，我去找了一下。那这个作者呢，其实他在 TikTok 很火啊，有80多万的粉丝，他发布过非常多类似的小段子，而且都没有正式的命名，全部都命名为 Sample This。那 sample 呢，在音乐中一般来说是采样的意思啊，我就不太懂它这个采样指的是什么。说真的，我也看不太懂它这个是怎么弹出来的，因为每一个音的动态都非常的整齐，而且没有任何杂音，包括这种点弦乐句啊。我觉得它更像是在纸板上按键盘。不过听到它这段真正用键盘演奏的东西，我觉得，哎，这个挺自然的。虽然里面有些音色它是怎么切换的，也是比较神奇的。然后比较神奇的是，这哥们在抖音竟然也很火。前两天我看的时候，他还是40万粉丝啊，现在已经到60多万了。而 Hi 且他就 everyone, 是靠着这 this is RJ. 个 The full 拖地 version 小鱼的 of Sample This is now BGM，officially 我 online. 吸了这么多的 Please 粉，support me. 简直是 Cheers. 奇迹啊！我就特别的好奇为什么。找了半天吧，几乎看了一下，他在抖音的那评论区的大家留言，我才大概知道，原来他的这段小小的 loop 是出现在了抖音的那个视频剪辑软件剪映里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模板而存在的。原来这个病毒的源头在这里啊，而且很多美女都爱我。这个小鱼和这个 BGM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剪映的把它们合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素材吧。这个小鱼呢是海绵宝宝里的一个角色啊，它叫 Fred，也就是弗瑞德。那这个拖地的片段也是出自于某一集的动画里，可能是这个动图和这个背景音乐结合起来有某种魔力，就渐渐的把大家洗脑了吧。但是作为一个弹吉他的人来说，我是真的是听不太懂他的东西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我试着扒了一下，在吉他上面非常的难，就非常的不符合吉他演奏的习惯，更像是用键盘来做出来的 MIDI，包括音色也是。
虽然说作者呢，他有在掩饰啊，但是我觉得我按照他的这些指法，基本找不对音了，可能是他用了特殊的调弦法。所以呢，我在我自己的学习笔记里把它分成两个吉他来记谱。那首先向大家听一下它的这个分解和弦部分。哎，大家听这个音色，其实是不是感觉挺对的？哎，没错，这就是 MIDI 音色，几乎没有什么动态起伏，每个音都非常精准，而且极其的干净。然后还有那个主旋律的音啊，那这个主旋律的音呢，我在 Guitar Pro 里呢没有找到类似的音，所以大家就听一下大概就可以了。但如果我觉得对合成器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说找到原曲的那个音色呢，应该是不难的，但是你得用合成器。用吉他呢，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调出或者是弹出那样的音色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用比较传统的吉他设备和吉他音色来把这整个曲子呢来演绎一遍，大家听一下，那感觉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以上呢，我用传统的电吉他，以及吉他音箱，以及吉他效果器做出的音色，那听起来呢，和原曲的感觉肯定是极其不一样的。但是这才是我的认知范围内的吉他音色，而至于原作的音色，我是真的搞不懂。我也希望作者呢，能有一天呢，能够展示一下他的音色的制作过程，还有他的编曲过程，以解大家的谜团。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